我家人其實都是做餐廳啊，所以我很有心其實真的幫餐飲業會有 promote 他們咁優質的產品和服務。我們成立了大概一年之後咧，有位 committee 就話啦，不如我們跟 Stella、Sandy 即係 BNI 總會嚟多啲溝通啦。他們所講的嘢咧，都正正成為我們日後 BNFC 發展得幾成功的一個框架。我們不斷喺度諗就係、究竟餐飲業的會有或者餐廳的會有，他們面對啲咩困難呢，他們有什麼需求呢？怎樣令到多些人知道，從而增加他的 VCP 呢？大家組織在一起分享我們無論成功和失敗的經驗。我們有餐廳認證、零售認證，參與了這個美食展，搞了 BNFC 美食一條街，一起來到去做好一些展覽，亦都多得很多會友和餐飲的老闆的支持。今年在兩大範疇那裡我們都會更加加力的，今年會是成為美食三條街了，亦都會跟其他平台大公司合作，增加他們的商機和增加他們產品的曝光率，同時亦都會跟海外的會員交流，希望為他們找尋到不同的商機，幫每一個 chapter 增強他們吸納新會員的吸引力，利用 BNFC 就可以令到多些餐飲業的朋友可以加盟我們 BNI。 現時全香港有成70幾個分會 BNI， 但是只是得一半數到是有餐飲業會員的，我很希望可以增加到60個分會都有餐飲業的會員，可以令他們在这个餐饮业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席位。